来到了 Huntington Beach 的海边。是的，因为今天呢是学校组织，然后我和 Ada 一起来了啊。Hello， 再次出现在我的 vlog。这个 vlog 呢，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 post， 但是如果 post 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的随意的 vlog。是著名的 Huntington Beach 的那个地标吧，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这么多。现在呢，我们要去这个红色伞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学校的组织吧。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超级无敌美丽。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海边，给大家看一下，哇，超级无敌美的。好了，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地了，我们先去把喂那个一堆的零食拿出来先。玩水水，拍照照，一起过来爽到爆。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现在已经是11:30了，然后我们想要到对面的商场去逛一逛。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拍了一组非常好看的照片，是这位大神帮我们拍的，帮我拍的，但是我这位不大行，但是没什么关系。我们待会要吃点东西，然后后面就特别多人，超级无敌多人，给大家看一下，超级多人的。Hello， 现在呢我们已经换完妆了，然后我这里是一个泳衣，刚才买的。到了吃寿司的地方，寿司，然后我们是在外面超级美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里就是这样。憧れていた遊園地まるで夢だわ夢じゃないのねトッピンバラリのプーだけど気づけば日が暮れてあっという間ね幸せは楽しいことも嬉しいこともトッピンパラリのプートッピンパラリのプートッピンパラリの三者のみ。现在呢我们走去那个长廊那里看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那个篝火的时候，但是呢一堆人扎在那儿，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照个相也是不错的。